新航。哎，咋整啊？我等人下班呢嘛，过来给你们唱歌。来吧，放伴奏吧，龙龙。但这首歌也太短了。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一抹远风景，将我梦里的初情景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记忆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会一定将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还剩两分钟下了啊，我们上楼了，上楼再玩会儿去，走了。